大家晚上好。怎么这么憔悴？我刚刚睡醒了，然后呢，今天有一点冷，我头有一点点痛，然后对，然后我眼睛看不到，因为我刚刚睡着了，在国霸公司，然后呢？虽然我吓到你们了，那我就去那个一下。啊！我刚刚，放学就来找国霸，等带你们去。啊，这是呢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然后我的眼睛实在是看不到，哦，太棒了！冈普拉山。真的是吓到你们了吗？抱歉。我刚刚真的大睡着欸，各位。我刚刚真的大睡着。今天好冷哦，然后好爱困。是不是很爱捆的人啊？不过为什么不会，还好吧？小吴怎么了？你怎么哭？我想要洗一下我的眼睛。他在国霸公司啊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还在想念我的彩带吗？你真的很敢。没有了，早就下班了。我来的时候没人了啦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国霸公司。大家非常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上一秒才刚睡醒，还在黄昏当中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把你们盖起来，不然我怕你们会被我吓到。稍等啊，我快好了哦。然后呢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大家不需要担心，我今天晚餐吃的我爱吃的便当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很问号？等我一下哦。哎呦，眼睛好痒。快好了，我快好了。
呢，我的黑眼圈试着很重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当机了吗？嗨，我回来了。跟你们分享我的笔记本，是不是没跟你们分享过的笔记本？是我。请问是你们没有留言，还是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？而且我，你们说我看起来很，德全说我看起来很憔悴，就是因为我的眉毛快要消失了，你们快点跟我说话哟！我真的看不到你们说话，你看这是我的国文。既然你们都不理我，那我只好来画一下我的眉毛了。还是其实我是在当机当中啊，你们看不到我这样子是吧？我需要重开吗？重开一下呀！你们是真的没有在理我吗？好吧，那就是呢。欢迎来到果果的自问自答的时间。我刚刚简直是还没醒。我突然觉得很害怕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刚刚长怎么样子。德全说我长得很可怕。还好刚刚很憔悴吗？黑眼圈果然还是太重，吓到你们了吗？是不是该来化妆一顿？对，是不是把该来把那个黑眼圈遮一下了。我是不是需要重开呀？我的天哪！我的手机真的在宕机吗？我决定我要做一件事情。OK。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冲开了？
怎么办呢呢呢呢？我很好奇你们现在看不看得到我耶，还是你们根本也看不到我啊？可是我的时间也在动啊，但是其他东西都没在动耶。还是其实是你们没留言呢？还是说你们其实现在就是看到我在那边自言自语，我真的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啊！我知道了，来登登这个看看。你们不是说可以登网页版吗？我来登登看，我看不到我自己。开一下，我重开看看，你们等待我。